9月19日，据韩媒报道，金泰熙在首尔某医院生下了第二个孩子，母女都很健康。粉丝看到这个消息之后也是非常的喜悦，一家三口变成一家四口了，真是热闹啊。金泰熙和 Rain 在经过5年的交往后，于2017年1月举行了婚礼，在2017年10月迎来女儿的出生，今年2月宣布怀二胎，9月19日生下二胎女儿，成功3年抱俩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